根据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公布的全国中高风险疫情地区变化，通过12306网站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，决定对郑州、南京、扬州、沈阳、大连、淮安、宿迁、厦门、商丘、黄冈、荆州、长沙、株洲、湘潭、张家界、益阳、湘西州、海口、成都、泸州、绵阳、宜宾、德宏州共23个地区车站出发的旅客，采取限制进京防控措施，暂停发售到达北京地区车站的车票。